今年生孩子的可多了，床铺啊特别紧张。没事儿，妈，都安排好了。缺什么短什么呀？来电话叫你爸呀，给你们送去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来。你别动，你去去去。等我回来啊。妈，你这样。您放心啊。慢点。爸怎么了？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行，好嘞。别出来了，没穿衣服凉。没事，别送了，别送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疼了！疼！妈，妈！哎，他疼了，不行了，还！妈！哎呀，这不是这疼的跟昨天一样吗？你看疼的直冒汗了，已经。哎呀，比昨天疼！多少人疼一次啊？我看看，我看，刚才是三十五，15分钟。整整好好。哎呦，快收拾收拾，去医院吧，快点，快去收拾东西去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给我拿洗发水。慢点啊。行吗？行。哎呦，哎，你车锁了吗？锁了，放心吧。耀欢，给我拿洗发水。拿了，拿了。沐浴露。啊！快点。啊，护手霜呢？那你看，是不是都在这儿呢？拿的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我不要这个，拿那个。哎呦，你生孩子不能洗头，不能洗澡，会落下毛病啊！妈，我不洗哪儿行啊？不洗我不难受死了！天哪！行，要洗洗洗。儿子，你快点，来，我把你扶起来。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快点，来，你把衣服穿上。啊，行。慢点，好，你慢慢走啊，慢慢走啊。我看看落没落什么？哎呀，行了，我扶着，来，快点，耀辉，来。大夫怎么样？啊，稍等。预产期是哪天？后天。那现在多长时间宫缩一次？10分钟吧，10分钟宫缩一次。马上办手续住院吧。哎，好。你批着点。去。医生，生孩子疼不疼？耀辉，在这儿呢。去拿衣服，给我穿衣服，我不在这待着了。我听外边鬼哭狼嚎的，挺烦，回家。你回什么家呀？咱刚来医院呢。你看人家，女人不都得过这关吗？啊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女人就得过这一关？凭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知道什么呀你？媳妇儿，你别什么事儿你都往不好了想，咱往好了想，行不行啊？哪儿好啊？现在对你最好的地方那就是医院，啊？我不想在这待着，我想回去。别闹了，狄英，你是我祖奶奶还不行吗？啊，你非得把我练成丹是不是？你要练丹，我取炉子去了。去，走，取炉子，走。往哪儿走啊？那边，谁说我要走呢？我站起来，活动活动腿。
动弹动弹。熊样，我借你个胆儿敢走？不敢啊，不敢。你借我八个胆儿我都不敢走，行了吗？你看那么多的产妇，你说这一个楼层多少产妇？数你年龄大，数你最不成熟还。你还好意思跟我说成熟？你成熟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生出来都比你成熟。你儿子牛啊，你儿子最厉害，行了吗？嗯。到了，这日子到了，你说说这么大岁数生孩子，可别出点啥事儿啊。手肿的，狄英，准备准备去产房了。哦，现在啊？对。哦。老回，老回，老回。说说说说，怎么了？待会儿大夫问你保孩子保大人，你保谁？保你。缺心眼儿。我怀着孩子，命都快搭进去，你帮我干嘛？抱儿子，抱儿子啊！我就知道你自私。哎，媳妇儿，那你想让我怎么着呀？啊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你们两个，我必须都得抱，实在不行，我找阎王爷报道去，行不行？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回我别走，你在门口等我。走，寸步不离，你撵都撵不走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嗯，行，别害怕啊。不行。哪儿不行了？赶快回家。回家。那家里抽屉，我给孩子请的护身符没拿了，你快去啊！你马上进产房了，我回什么去？别跟我废话，赶快去！不行，快点，去不去？我刚说完不离开你啊！你要不去，我告你儿子不生了！去，快点，快去！行，我去啊！你等我啊，我马上回来啊！快点，我在这等你啊！快点，帮他照顾一下，谢谢。快去。妈，东西我找着了，我走了啊。儿子，他怎么样了？我估计这会儿啊，马上进待产室了。赶紧，这个拿着。这啥呀？那你吃的。我吃它干什么？留着。拿着。哎，没时间了吧。哎呦，哎，你说说这儿媳妇要生孩子呢？我呢，驴拉磨使的使啥劲呢？啊！这晚上我也睡不成了。是你啊，在这儿干嘛呢？狄英要生了，我要去医院。下车。哎，好。不耽误你事儿吧？你去哪儿啊？不耽误，正好我也去医院。哦。喂，啊，是我。啊？那我，好。好，马上马上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哦，好。怎么了？这么紧张？已经进产房了，马上要生了。别急啊，我快要大了。
她高龄，她以前生孩子就出过危险。以前出危险，这次不一定出危险了。再说了，不一定所有倒霉事儿都掉她脑袋上，你说呢？那要是真摊上了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什么叫真摊上你怎么办？应该真摊上她怎么办？哦。先进去啊，我去转。好好好。小辉，你还不快去转什么呢？我迷路了，厂房在哪儿啊？跟我走。好。脐带绕颈，必须马上手术，赶快通知家属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哎，狄英，您是狄英家属是吗？我是，我是。行，那您在外边等一会儿吧，别喊了啊！啊，我是。啊，不是不是，就过，光等。兄弟，你老婆进去多长时间了？三个小时了。三个小时？怎么那么长时间啊？这算什么呀？旁边那12号，他老婆都进去6个小时了。怎么会6个小时呢？谁知道啊？一会儿这个不达标，一会儿那个不达标。12床家属。哎，大夫怎么样？大夫，孕妇胎心音有异常，胎儿生命有危险，需要马上剖腹手术。剖腹？大夫，咱不剖腹行吗？不行，如果不剖腹，胎儿生命会有危险。来吧，跟我签个字。赶紧签吧，这事可不能耽误啊！去。哎，护士，那个我问一下，那个什么情况下就必须得剖腹产？有妊娠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胎儿过大的，这些都需要剖腹产的。哎，你说的太快了。有过敏史吗？没有。牙松动吗？不松动。有假牙吗？盛开，怎么了你？啊，大夫，他怎么了？他需要手术。手术？对。为什么手术啊？你跟医生说，赶快让开，赶快进手术室。盛开，怎么了？别担心啊，孩子要紧。什么孩子要紧？你要紧。请问是盛开的爱人吗？不是。这是盛开的手术知情同意书，请您看一下，并且您签个字。大夫，他没什么危险吧？放心吧，剖腹产是妇产科很普通的手术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这是我们手术前必须履行的医疗程序。拜托您了啊！不客气，大夫。这要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保大人。请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的。家属，过来看看，7斤2两47公分，是个男孩，产妇马上就出来了啊。
盛海，盛海。